书，我要读这一句啊。Thank you.
今仔日所有的费用吼，包括小等的这个简单的安排吼，拢是有阿送伊出钱的啦。吼、哦，我甲讲历史协会班导伊讲，卖咱大家遮远来吼，所以互大家食较饱咧，才等去吼。啊，这个会拢历史协会秘书吼，周伟良 David， 吼，为两个月前就开始对比，吼、哦，来简单来来讲一下。来
伊即自1959年哦，啊到1976年即中间哦，伊即拢总哦，经过高处耕久省呐、啊，你看卖。到1976年，遐个是耕久省上诉哦，啊以维持原判判决确定，而且判决确定的是啥？就是像林华洲啦，这些人拢有期徒刑15年，哦，啊这里这杨君春老太太呢是3年有期徒刑，所以讲替判3年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内底是啊，无迄个黄学文，黄学文是迄阵是不是走的？已经走，对不对？第一个1976年是耕久省内底无迄个黄学文，无这个黄学文，对不对？高报出来，高报出来，啊，了后伊走，对不对？逃亡嘛，对不对？逃亡，逃亡到尾啊，所以黄学文足厉害啊，这哪来拍电影足趣味的。这拍电影的确足悬疑，这个，伊吼，伊流亡，他就去开始逃亡，逃亡了后走去中国去，去逃中国，了后佫走来美国，佫走来美国，啊，但是了后啊，了后国民党甲讲啊无免诉，有无吼？因为来美国了后，伊就一直没报纸啦，是袂像迄你看卖吼，后壁有一个迄个世界上最大的冤枉，迄就是。美国这边的报纸看的嘛，啊，所以因为一直底下都拉，一直底下去拉，然后国民党啊，扛不了，受不了，所以讲就讲啊，不安了啦，干脆免诉哇吼，就是因为伊讲国民党啊讲免诉，昨下来唔知讲黄志远讲，是的吼，我无罪呢，我无罪，啊叫国民党个审判的，叫国民党个审判，所以接着是这里米拉。这个 post 的由来哈、哦，啊，但是到尾啊，国民党嘛是无错，尾后又搁啊上诉，对不对？又搁啊起诉。咱都上诉嘛，啊上诉，国不离就检察官也都爱上诉。是。啊，检察官上诉了后，伊即嘛吼，无出庭，啊，但是我出庭。是。了后就是讲拄到伊也是判死刑，拄到迄什么大事？对，转变做。无期徒刑，好，啊，所以讲到尾啊，伊就是无期徒刑嘛，吼，无期徒刑，但是伊就是唔冤，伊就是要求一定爱去审判嘛，吼，爱去审判。但是这个案子嘛已经欠你久啊，无法度啊，即要安怎处理？即咱就是来笑这个蔡英文总统，因为即卖有转型正义这个，经过这个对不对吼？有各方面的转型正义嘛，其中就是司法转型正义嘛。所以咱今物在来运用这个司法转型正义，今物目前今物这个足大的这个 program 啊 project， 吼，安尼，今物在来要求，吼，咱就今物在来个提出请愿，那个蔡英文总统提出请愿，希望伊甲咱平反嘛，对不对？至死无罪，对不对？吼，伊这个无罪嘛，一定爱安尼，吼。但是万一是国民党开的，对了，所以讲这爱政治，这爱用政治的手段嘛。过去是政治迫害，对不对？伊政治迫害嘛，但是咱即马就是嘛，同款要用政治的手段，对不对？去要求平反。所以咱即马安尼吼，咱今日有传一挂即个有传一挂即个要予咱各位签名吼，就是因为杨新春女士呢，伊即马准备要甲蔡英文总统要提出请愿，啊，要要求平反，所以讲希望咱即个乡亲吼，大家会使甲。签名甲声援吼，签你的大名，清楚啦，你的迄个 email 地址或者你的电话吼，清楚甲这个，安尼吼，好，无我今仔我就讲到这为止，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谢谢。足多谢吼，即、這个台湾会馆提供即个场所来吼，过来就是迄个副董嘛，真甲支持，佮台湾历史协会即个郑博士甲即个周先生甲咱帮忙，所以讲今仔有即个机会，伫遮讲话。当然，即
这个过程足曲折的啦吼，可能恁看册吼，就会了解。但小龙爸嘛讲，恁就会了解。所以阮厝代志，我是感觉恁就是用心把这本册看完。到即卖，因为这个经过真侪法官，较有良心的法官，倒落甲你驳回，搁更审。较无良心的，就因为知影这是蒋介石的迄个意思，到每遍去碰。判完的时候，调查叫讲坐后边，所以等于判死刑。到所以这代志就足曲折的，拢总几多层法官判，所以麻烦你这找当地先看一下详细。啊，即摆无人要提供讲要来拍这个，要拍出电影。阮即摆继续来讲，咱嘛无机会就是讲找看清，看详细以后，咱无机会再讲拍电影。我今仔日。阮这个厝的吼，歹势歹势，因为虽然阮厝发生种代志是阮厝的悲哀，啊实在是咱所有台湾人的悲哀。因为这个案吼，国民党第一时做真侪，食案错案冤案足侪的，吼，以前讲命案，吼真侪，陈文成命案、林义雄命案，包括阮这案，阮这案较古，所以无人了解。但不拢有一个杀人凶手是，这杀人凶手是啥物人？蒋介石甲蒋经国，按一开始甲即摆，大家看到拢是，因是幕后的正式的杀人凶手，但是拢模糊焦点，咱做起来咱拢无啥了解，包括咱个案，包括以前以前方面啊，两百二十页的叙述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咱即摆是只能要甲做对，那今仔日是最好的机会，今仔日民进党执政，那即摆大家人嘛。嘛应该会使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所以阮希望即个种案能够发生。当然，即马食案出来是无可能，但是冤案嘛是有可能。所以阮即马就是讲，阮即个希望就是讲，嘛是有机会通过即个蔡英文即个司法改革委员会，都希望大家支持，共同联署，来以阮即个案来做一个对为着较早。诶，一寡食安冤案错案一个平反的机会，都嘛希望阮遮诶被害者吼，互伊一个因是含冤莫白啦，吼，都死不瞑目啦，吼，那所以都爱洗清因个清白，还他们一个清白，吼，都嘛还阮王家人一个公道，那主要是要还原咱这个历史的真相。因为咱真济案你看到，你看历史拢是假，拢是国民党做出来，拢是蒋介石甲蒋经国做出来，所以这是我重大的贡献。谢谢。谢谢各位。哎，就是这样。那如果我发上，来哦，我发上。好。有听到啦，伊在写啦。那会那刷，要给我送签字的签名的人哦，稍等的哦，叫大家。今天就是感谢，伊遮多的热心的，一个同乡安尼来甲我学演吼，真感谢我这个。这个田博士啊，我逐项拢袂晓，啊来遮遐坐坐，啊伊嘛是讲啊，一定爱办一个迄落，这拢伊甲我迄落是啦，实在是，我是无可能做会成，真感谢。今仔日看遮乡亲，大家遮热心，啊恁也多有来参加吼，啊又来甲我迄落，我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我台湾话也讲无标准，啊，逐项拢无迄落吼，我这个。元朗案件已经我三十一岁的时阵发生啦。我这三十一岁吼，头一个是，我本正是无住伫遐，啊，到尾后我搬对这个武汉旅社的楼顶三楼去住啦，吼。啊，住了后吼，我是武汉旅社，这个是负责人挂我的名啦。啊，我实在拢袂晓做生意，我拢是伫厝的，伫迄落人尔吼。啊，这个武汉旅社就是放空的
吼，互人去管啦。啊，阮先生是伫起厝啦，伊讲伊要叫乖乖住遐住，伊也袂住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即个你母啊，你是母甲吼，都无啥人通去管的时阵吼，拄好阮阿兄吼，阮阿兄也是考强的案件，去听考强的案件，互掠去，好做啥？倒也倒，也倒去服五年啦，吼。啊，安尼吼，啊，转来无迄啰叫伊顾吼，无甲讲顾得真好啦。啊，拄好伊去牵即个信耀的来吼，来讲啊华侨啦吼。啊，因为阮因几啊拢伫招待华侨，迄阵啊认为讲华侨都真有钱嘛吼。吼，来华侨来咱台湾相识，即个甲即个。蒋介石的生日拢唔免钱，飞机请因来大吃拢唔免钱啦吼。啊，大家人有讲华侨真有钱啦吼。啊，阮遐嘛捌甲我租30,000块一个月去做招待遮华侨。啊，尾后吼，讲有一个华侨要来投资好啦吼。啊，尾后吼，全呢，这个华侨是姓姚啦吼。啊，佫叫两个，迄个福建的，因的同乡三个来合伙啦。啊，实在结果起来，这个一人出50,000块啦。啊，这个姚的是家己都无钱啦，佫是一个姓陈的故乡的人替伊出。啊，伊先来来对阮遐做经理啦，吼。啊，做了后吼，头一个还佫照逐个月都付我5,500块住宿。啊，搁三分之一个利润爱分互我，头一个几个月搁好伫做啦，但是无偌久吼，厝厝也无啥物，啊，我有派一个会计伫遐迄落啦，吼，即款详细遐底啊迄落，啊，结果无偌久吼，钱也无提无创啥啦，啊，尾仔我叫会计讲，把伊个校簿吼摕来互阮看卖吼，校簿一摕来吼。因对方吼听到啊，小波提出来，迄、那个小龙因安尼乱创，拢食食去啦。知影这小波互阮提起来，都无好啦。事实去现见大堆，过我甲阮先生，过甲什么切刀咯，什么物件，过甲规大堆啦吼。啊，阮先生就去叫律师，啊，律师讲，安尼伊过吼，伊家己是违法犯啦。甲亲情，甲迄一寡钱拢食了，厝所无向，咱甲告对法院去。这叫做自诉，是咱家己去告啦。我嘛无啥知影，啊，尾后咱若好解，就会使家己去消啦吼。安尼啦吼，啊，全来去甲告啦吼。啊，告去，伊去告刑警大队，阮拢无代志，但是阮甲告去检法院去吼，一开庭吼。虽是讲爱5,000块垫保啦，吼，啊，即个就讲我是华侨呢，我敢来就爱垫保，比如讲华侨嘛，就爱受罚啦，吼。啊，尾啊，一看到讲安尼是有5,000块垫保，一定是有罪啊啦，吼，哦，惊一个啦，吼，啊，毋知讲嘛，家己来和解啦，和解，讲也袂好势，啊，前两天去检察局讲我互遮官司不加安尼吼。我也无迄啰，我即摆吼，无都要来人蒋介石的车，无都要来自杀啦，吼、哦。安尼这拢有记录，伊会伫去检代表去检察局去讲。结果迄暗就吊死去啊，安尼啦。啊，死了的人查拢是自杀的吼。检、哦、察官是摕着对个检察官的奖的一个蔡平虎上。啊，检察官啊，甲研发伊是做尸体检查3,000多个，诶，真出名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研发伊博士啦，吼、哦，苏茂做工讲伊是吼东南亚的发伊的鼻祖啦，即杨志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啥物拢是伊的学生啦，吼、哦。检查结果讲是吊死啦，家己吊的啦，啊，有查甲真清楚，也有去上啊。但是4个月20天，所以咱甲阮吼，有迄阵啊无甲阮先生斗阵，我甲阮即个囝啊，甲另外一个囝斗阵一个房间咧困，半暝啊安尼吼，人安尼门来弄咧，啊我是门一拍开吼，随时安尼甲我掠去吼，
啊，往后步甲我诶目睭安尼淹诶淹诶，一直拖一直拖，啊，全咧伫咧车顶吼，一直扑起去扑扑个真久诶时间啦，一点外钟，尾后听讲咧是颈椎看手术，是调查局诶迄个路吼，啊，因过啊调查局是专门是伫办刑诶鉴定总部诶，无办即个司法啦吼。啊，就是阮互掠去遐吼，啊掠去遐吼，哦，讲阮台人安怎样啊？然后我讲无啦，无啊，甲我拍甲我昏倒咧，甲我注射骨起来昏倒咧。啊，到尾后诶，再去遐敢会有听到，像咱阮先生伫洗嘴诶声诶，啊，我想讲诶，啊，阮先生也互掠来，我嘛毋知影，一人安尼淹起来吼，啊，结果吼。我倒遐一直迄落，啊有阵时都昏倒。伊讲你即马吼，较已经来啊吼，无吼，安尼好放你煞，你家己一定都爱无胎人，都无胎人，总是先皮肤唔好啦，无要紧。你爱我写啥物，我都写啦吼，爱都写写，互我抄啦。啊，抄抄过转日来讲，袂使袂使。伊讲吼，你吼袂晓写中国文的人。咱会有写到遮遮好个中文啦，伊讲无可能啦。你吼，你啊，着拆开，啊，搁抄抄抄，安尼一直抄啦吼。抄几落遍，拢因暗时去开会，啊，煞搁来迄落啦。啊，甲几落遍吼，叫我讲，把即个自白书吼，安尼读吼，啊录影啦。啊，即尾后吼，即着是我互看十六年个证据啦吼。到个四十九天的时候吼，啊，全呢掠去法院去，拢是伫调查着四十九天。掠去法院了后吼，讲，大家拢讲，我才知影讲遐侪人掠去啦吼。啊，头一个是一直讲吼，啥物农药，安那唔知安怎样啊？听讲讲一个月了后才掠这个单发酒去啦。啊，到个四十九天吼，啊，大家拢讲冤枉的咧吼。转去搁掠去刑二十九天啦，吼、哦，刑二十九等于七十九天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无偌久吼，啥物起诉，阮拢袂用甲厝的人来往啦，到甲四月当时吼，才用的甲厝的甲律师，迄落啊，阮嘛毋知影伊讲啥物农药，啥物阮嘛毋知哩，啊尾后才知影讲，根本说农药死甲即个。调戏完全无同款，迄尾后是即个叶法医甲我的律师啥安尼讲，但是阮头甲尾拢要求伊送去第三只鉴定，但是绝对无送去。我偌可怜，我即个囝吼，即、這个囝五岁啦，啊我迄细汉囝才三岁，安尼阮规个囝一寡财产都蒙收了了，我迄规个囝咧囥咧孤啦。我迄个三岁囝，坐楼梯吼，安尼吼，无倒腰安怎样啊啦？啊，搁互掠对抄煞去倒位啊去饲哦。头一个出庭了，你看到我讲，妈妈你唔转来，我无爱你啊！讲我啦，唔转来，无爱我安尼，啊，规定囡仔安尼摆遐跪哦，啊，书记官那。那闪那流目屎吼，伊说那安尼客偌济人去迄个伊啰，安尼迄啰，啊到尾后甲我判十五年啦，是讲我伪造文书啦吼，讲、哦、我伪造文书，这间厝本正是租来，啊实在迄个时间我的厝已经买来啊，讲我伪造文书啦，这台人会注意后，迄个都是伪造文书。我的三个律师吼，无钱甲阮辩论十八年啦，足出名的律师啦。出名的意义就是，因过啊，军法官判选投分子这个吼，南京的这真出名。这个是福州人，这个甲我辩论十八年啊。啊，这个陈华九死了后，这个何作清台湾航空公司的董事长替我安尼辩论。十几年啦，迄我迄厝内底咯，啊，佫一个是，中央建国学校毕业的一个
一个迄、那个安尼甲我三个伊安尼甲我迄落，啊！就我转来哦，我交报转来的时阵吼，啊，伊的同学甲我讲吼，阮先生是建管学校毕业，伊甲讲诶，即、這个赵龙武真帮忙你吼，会赶紧去甲多谢啦吼，啊！我转咧去找建管学校去找即个赵龙武做学校长啦，啊！迄、那个时阵即叶伟伊也是红果呢。我即讲自杀的，我伊甲主办讲即自杀的一寡，譬如拢互对，互即个吊死的囝好，我讲伊是吼贪污啦，摕阮的钱才讲自杀。即个叶花英哦，足好个好，到甲伊要死都还阁一直敲电话来讲吼，即、這个案件吼有平反啦，无平反安尼，到尾后伊要死的前吼。讲甲伊个囝讲，赶紧甲录音啊，带摕来给我吼。我若死了啊，甲这个我个录音吼，摕去做公判员。讲这武汉大理石案件是冤枉，是冤枉，讲安尼啦。这叶花伊，我这内底有这个李进用访问叶花伊个这个录音带，伊讲这个经过吼，安尼许。啊，但是吼，伊。尾后，甲我送去调查局了后是，阮的案件是啥物呐？一个防公益技师做检察官，一个是无收过一工的发伊的消毒印做一个他杀的鉴定书出来。啊，但是阮要求讲，你甲我送第三只鉴定，绝对唔送，绝对袂使送。到甲尾后十二年。哎，迄个时候我阮安怎样啊？托碧川吼，讲去看惯了，讲这个代志已经拖遐久啊，啊，佫查较清楚，送去第三家鉴定，所以说建国学校翻译了，送去日本法医学校去鉴定，啊，大家拢欢喜，甲讲送第三家鉴定一定会使判无罪吼，欢喜甲等三年。结果安怎样啊？卷宗遗书啦，物件判去啊啦！啊，外交部一直叫高等法院讲，你应该送来，无必要啦，即马无必要，咱即马已经无甲日本来往，无必要安尼啦。啊，结束，啊，再互黄学文吼，啊，重大恶极的这个死刑犯20万交报出来，啊，实在这也是拢土匪砖。会帮忙啊！这都不啊，有一挂良心的法官，无你吼、哦，高等法院呐判死刑，上诉最高法院呐驳回，一礼拜爱清算。啊，但是我伊转来了，我带去吼，不要讲重要的办专案小组啊，带去吼这专案小组，伊讲哎，这也无你互抓去的时候，大家认为你无通个活的转来，一定爱清算。啊，是安尼啦。迄个时阵呢，蒋介石安尼渐渐去做的呢，啊，拖这个陈化州，这是工学院，工学做啥？化工系主任呢，啊，佫是工业研究所，伊佫是接收台湾的一个官的内底一个，尾后我这个连书上拢有甲我寄来，伊是接收什么，接收什么，讲。三月三月初九就到啊台湾啊去参加这个接收，拢有写甲真清楚。这完全我这个案件就是这蒋介石，去做出来呢。啊，这个胡师就是吼、哦，甲这个因讲叫做西西派啦，甲李顺祥共派啦。啊，对美国赶回来，甲蒋介石讲，陈化州袂杀人啦。伊讲陈化州袂杀人，难道文学文不杀人吗？蒋经国蒋介石讲，伊袂杀人，文学文不杀人嘛，讲安尼，因决定讲啊，文是杀人安尼，是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这案件永远都无办法迄落啦。啊，所以这国民党吼，这啊，我伫正甲我判过了吼，我去啊，好判过了，一直甲骂讲土匪啊，政府土匪啊，我看你有啥办法？你都无办法。啊，这赵龙武是真帮忙哦，我讲伊要去伫法院去话，
话，你摕一寡资料吼，我来立法院话，伊这个因为专案小组是警官下头的人，假讲这个案件是完落，所以我吼十日赶紧办这个大法官会议啦，会议吼，一个司法的法院甲塔萨的法院两个来辩论啦，结果安怎样啊？这个塔萨的法院迄拢假的，无办法辩去啦，无要辩论啦。啊，所以讲，你去送一寡资料，我来立法院话，啊，若有必要，我来见蒋介石。啊，我甲这个何作钦律师讲，我讲这个邵龙文吼，讲叫我送一寡资料，伊要去立法院去话，伊讲袂使，伊讲不要打扫精神，伊讲阿文思思用称赞，你袂使叮当，叫我讲袂使，所以我啊，尾后唔敢过去，过去找这个邵龙文。啊，所以我吼一到报出来吼，我这底啊钱啊财产啊，互抢了了，我的囝偌可怜呢，我的囝困伫这石的一间房间，伫迄个大楼是后面外口有窗仔门，啊伊是中门细细间啊，吼，安尼六个囡仔困咧外石啊的一个臭石啊的顶头，啊佫吼，啊什么？无棉无被单，干那迄个棉被吼，啊有一只椅啊，一个垫啊菜安尼着。我讲，哎呦，恁住只安尼伫生活，伊讲对啊，啊佫吼，啊尾后吼是安怎样？本正是无饭通好食呢，本正是拢安尼定定讲一天几年，我迄囝讲几年毋捌食，是干那食暗顿一顿啊，尔下咖啡店啊都伫迄度。啊，我即个囝吼拢伫走。走唔敢去，穿烂裤裤、破裤裤，唔敢去。啊，一个老师尾后知影，才甲伊讲吼，特别午餐吼，叫伊好好读书。啊，到尾后这换过上级，佫甲交代迄个老师讲，这个囡仔都好好教啦。啊，阮一个就安尼乖乖去读书。啊，若无逐工拢咧走迄路，唔敢去学校呢。我可能我即爿囝，我若想讲我安尼哦。我家己安尼去坐龙啊，不要紧吼，啊，搁为着遮一点囝迄落，无当紧，搁扛迄个上可怜迄个，甲工友合作有量，一个月300块薪水，去我遐才去做3个月呐尔，3个月呐掠去互刑拍甲破坏，无偌久死。你看，我毋是讲我家己冤枉，无当紧，我。搁拖遮侪人去替阮去坐龙啊，互人咧一寡家庭都无办法，你咯，你在讲安怎样啊讲？所以有个人讲，叫我讲你放啊放啊，我讲七个人，六个已经拢死去啊，到甲死前，因俩搁一直话讲是冤枉啊，伊毋捌一工恁个迄啰，阮即个是红红。因为大报纸一直顶人头壳疼吼，因则甲伊免锁，阮袂使，阮都爱转，我则甲伊搁转去台湾，转去台湾去上诉。啊，即、這个陈国成就是迄个时阵是高等法院院长啦，就送即个物件去日本，即、這个尾后变律师啦。啊，甲我一个亲戚有熟识，叫阮先生去，伊讲你已经免锁就好啊，你毋通吼。免诉倒啊！你唔通咯，你唔通搁上诉，再搁非常上诉就好。伊讲未使，我袂用讲免诉，刚刚啊要去上诉，啊一上诉吼，检察官也上诉，啊伊是死刑的通缉犯啦，足赶紧搁走转来安尼啦。一日间，迄死刑通缉犯伫台湾吼，交报出来都爱住病院啦。啊，我迄个时阵吼。无办法，家己的钱一直偷一个，带台台病院了，尾后换马街病院，尾后换麦当菲尔病院，尾后讲安尼，麦当菲尔有钱，通我迄条路，敢若有走啊吼，安尼去走路，带台湾带到7-8年了后，才走到对美国去啊，你知？是真悲惨，所以即个老爸，敢若老爸一时啊都无。对囝负着责任个吼，啊，所以阮遮囝就等于，迄落啊，但是阮遮囝吼，
你讲要踏出社会嘛，真困难呢。空空什么物件？啊，讲吼，这个老爸伫个家庭，这会使有教这囝会讲安怎样啊，较迄落。啊，结果吼，老爸伫坐笼啊，干那这老母讲，阮受教育是真单纯的，也未晓讲做啥物。你讲叫我去外口趁钱，我也未晓趁钱。我是真含万，但是几十年拢伫收法院安尼呢。啊，所以这囡仔嘛是安尼，真可怜，地愿安尼迄落。啊，要因要踏出社会，所以因自细汉培出来这个吼，你讲有是算有老爸老母培养的囝，啊，甲干那一个老母。安尼请起来囝，这个性要踏出社会，我看阮家囝拢伤过软，无容易。伊要出去外口赚钱，比别人搁较困难。所以我甲当初一直想讲，我规世人吼，欠伊都无要紧，我对阮家囝吼，足袂得通好嫁啦。伊讲啊，所以我甲阮家囝，后出世恁爱去找一个较好个老爸老母出世。人亲像哦，安尼即世安尼，找遮尔正歹命的迄落出世，所以啊，我一出来吼，大家拢甲我帮忙呢。无我差不多有一百个法官都捌我，啊，但捌我，但是吼，立法有一个立法委员甲我讲，你这案件若会平反哦，都等于吼，这个台湾司法的破产啦。伊讲台湾司法的吼。阮这个我遐有抓过，伊到甲事情都一直发，一直写文弄，一直寄对高等法院、最高法院，啊法官安尼，感觉伊死啊，搁在一直发。所以吼、哦，啊这阵人吼、哦，七个六个死去啊，吼、哦，有个人讲你无爱插太插太插，我是袂晓当落去落啦。啊，但是阮这个查某囝吼。2002年到个2010年吼，这个伫这个人事上拢有发表这个代志，啊，但是拢一时啊都无迄落啦。啊，到最近啊，这几年吼，啊，阮孙提给我看讲，啊姑姑安尼伫发这个迄落吼，啊安怎样啊？啊，尾后我才想讲，啊无换我来。啊！伊都停起来，无做啊！啊，都有一寡热心的朋友甲帮忙讲，啊，无咱也来联署个迄种吼。啊，就是这联署从吼2014年啊，当时开始吼。啊，甲去年在这个我这个联署上有一个镇，什么镇什么教授小在人个，伊讲安尼，伊讲伊唔知影这代志，去年10月2号。在脸书上有看到这个代志，所以伊讲一直逼，伊讲我要买吼，一直逼这个千惠书记吼，啊叫千惠书记强勉强吼，去年即个今年4月迄落，把这个书安尼印出来啦，我今仔日阮这个地博士来，咱要偌济人安尼，叫我讲这个案件里头吼，咱既然来到这，小请大家来安尼发表一下，让人加了解一个大事安尼吼。我真感谢，大家拢我今仔日真欢喜，恁安尼这多人安尼来给我迄落，真感谢。你拢为着台湾在伫努力吼，我嘛真感动，真的真多谢，真多谢，我未晓，真感谢。安尼，咱食扣分吼，啊，食一点心吼。